你是新来的吧？嗯，我都不认识吗？哎，没错，我就是晨光游戏的首席设计师江轩宇。我现在都这么出名了？哼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还没离开 XR 系统吗？哦，对了，总裁马上就回来了，先跟我上楼吧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谢谢啊。小花花，小花花，这个名字倒是挺有意思的。你们公司真是人才辈出啊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花博士，花博士，花博士，这位呢是未来健康生命科技的花博士。也是氢能源还有还原水方面的专家，还是咱们商业的大客户，赶紧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这是我眼花了，可是他们分明是。怎么回事啊？虚拟照进现实？那如果刚才遇到的全是真实的，难道那个温泉里的总裁是？陈女人，是你慢慢靠